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博远。因为你进入了成团之夜，所以我们有一个福利给你，你可以拿到自己的手机，给你的家人或朋友打电话。好的，我给我妈打。哇，我妈给我发了段文字，先念一下。宝贝儿，爸爸妈妈看到你们三顺，你排十二还没播呢，你咋就知道我排十二？没关系，不要气馁，振作精神，你是最棒的。她也在吃瓜是吗？努力加油哦！天哪，像你这样慈善又有福报，一些优秀的你，天哪，我妈从来没有，妈妈爸爸妈妈永远爱你，我爸妈从来没跟我说什么话，他们变了。播个视频吓她。她要是没接我，是不是很尴尬？嗨。哎，我辛苦四个月，我看到你这样子，我真的也加油，真的哭了。苦完没有？哎，你在吃樱桃，我妈在吃樱桃。哎，爸爸，哇，正好你们都在。咋接的电话呢？今天有一个总决赛成团之夜之前的一个打电话福利，大概五分钟左右。看到没发信息没有？看到。啊，加油哈！我看到你们给我录的视频啊。看到了。哎，已经放啊。看着你好瘦啊，哥，就是最后都三公里走。哎呦，我真的是，因为每录一期，我真的是受不了。但是说上你好看。好看啊！这个是星期六的这个那个男淘汰赛是吧？这个星期六播就是最后一次做顺位，然后下个星期六是直播。直播就决赛夜了吧？哎，加油啊！上的时候哈，一定要稳哈。做还用加？你左边这两个这个地方看到好瘦起来好，都起皱皱眼儿。那个不是瘦啊，那个是戴牙套戴的。下次不要在视频都打我爸爸，看起来有点没面子。不是成这样子就怪他呀，我说。哎，没人。但是早点你说。嗯，也不至于现在这么痛苦嘛，你也不痛苦啊，我是很开心啊，很开心，开心就好，只要你开心啊。那眼睛不戴，没戴隐形啊？我今天拍照片我就没戴。好，哎，昨天其实是不是有个淘汰生跑的？那个是还没播，就是现在还没播。走路播哈。嗯，吃瓜挺鲜。对，走路播。嗯。好，看到你气色倒还是还好的。我气色很好。粉丝都喊你多吃点，冲一时到为勇，加油。嗯。拜拜，我妈竟然亲了我一个，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情的人。刚刚跟我家里人打完电话，感觉很奇妙，因为我爸爸妈妈也变了很多，感觉。请各位创始人们敬请期待我在成团之夜总决赛上的表现吧，不敢说精彩，希望它是精彩表现，然后让我们一起共筑一个奇迹。拜拜。